最大的鱼叫鲸鲨，鲸鲨是鲸鲨科鲸鲨属的鲨鱼，身体长达20米，身上有棋盘一样的斑点，嘴非常宽，牙齿多而细小。虽然是鲨鱼，但和强大肉食者同类不一样，它是一种滤食性鱼类，依靠海洋中的浮游生物和小型鱼类喂食，在各个热带和温带的海区都要分布，性情比较温和。